扇门也没打开过吧，锁住了。哎，到图书馆，哦哦，好多书哦！天哪，吓死人！这个藏书量啊，有怪男子！不要理他，先把书给拿。他好像没有发现我。有一个僵尸跑进来，真的无言哎。他有发现我吗？跑掉了，好像没发现我。哦天哪，你不要把那个敲破吧，走开啦！不要这样子破坏我们的公物。手表耶，我拿走了。早上八点半。哦，他没发现我吧？发现了，快逃啊！怪女人，走开了。那现在，啊！不要咬我，臭僵尸！嗯，为什么我们家附近有僵尸啊？击倒僵尸后，有几率在他们身上发现手表，把这个手表戴在身上，就能知道现在的时间喽。你也可以把它戴在手腕上。这样子就不怕弄丢了。若你找到的是电子表，上面还会显示日期跟温度哦。附带题，若你怕自己的人物睡到赖床或是忘记什么事情，可以对着表右键设定闹钟，这个铃声能叫醒睡梦中的玩家起床哦。